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第284页啊，前面讲到说要修六度，对不对？啊，如何的行菩萨道啊？那因为透过菩萨道，那么就有机会怎样众缘和合啊？众缘和合啊，能够众善因缘呢集合一处啊，来圆满我们的菩萨道。那圆满了菩萨道，也就能够成佛嘛，啊。那所以菩萨道呢，最重要的就是六度万行啊。那之外啊，第二呢，就是要恋慕心啊。那么也就是说，诸佛灭度后，若人善软心啊，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就是等于说，如果诸佛灭度以后，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啊，所别列的呢是过去佛嘛啊，有过去佛。啊，那过去诸佛呢灭度之后，那么如果这个人哈，因为也值遇了诸佛嘛哈，因为前面也讲，啊，他也要有这个有机会哈，有这个善根因缘能够值遇诸佛嘛，啊，那值遇诸佛的话呢，其实就是跟佛能够学习什么因缘法，啊，让我们第七八两世所记录下来的因缘啊是善的。啊，结下善因，结善缘，啊，那么这个人呢，也能够具有什么善软心，对不对？因为他都是善的部分啊，而且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他是不是充满了柔软的心呢？啊，之所以柔软呢，其实也是透过因缘法，所以因缘法它柔软到什么程度，像水一般呢？对不对？这个水是不是可以适应各种容器啊？不管入什么容器，它就形成什么样子，这个水从来不会拒绝。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因缘法哈，如果我们学了因缘法之后，我们的心的柔软要像水一般的，要像水一般的柔软，而且具有智慧，能够去适应不同的什么种种不同的众生嘛。菩萨他就是用因缘法来度化众生的哦。所以若人善软心呢，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那这样子的菩萨的心呢？他充满了菩萨心，不断的行菩萨道，是不是必然会成佛？那也是自然会成佛啊！所以并不是说是佛陀来让我们成佛，而是佛陀教我们怎么去成佛，对不对？啊，我们是来学佛，而不是来求佛，是不是？啊，所以所学的佛啊，也就是要学佛陀教导我们的因缘法，透过因缘法来行菩萨道。哦，纵然说啊，万一啊，真的佛陀都已经涅槃了，但是只要有法的流传，对不对？我们的思想观念的正确，我们是不是照样还是可以行菩萨道？啊，也一样可以怎样成佛？啊，是因为我们充满了对佛陀的这份恋慕的心，啊，因为我们所发的愿就是生生世世，啊，能够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嘛，对不对？一切智智是不是就是佛陀的智慧啊？佛陀的圆满啊，希望我们与佛能够这个心心相印啊，不管佛啊在现象上存在与否啊，有时候就比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的话，虽然佛陀已经啊这个已经涅槃了，但是法是不是还依然存在啊？啊，只要是依然存在，我们能够透过法而建立正确的知见，我们也一样可以去行菩萨道，一样具有什么善软的心啊，一样是可以。继续的啊，这个成就我们的什么佛道啊？那这个就需要有恋慕的心、恋慕的心、仰慕的心啊。就像我们说，在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里头啊，也是要知苦，要懂得何谓苦，无常故苦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苦其实已经是一个果报，是因为我们集了很多的什么因啊，恶因的关系呀。那如何跳出苦集的世间呢？就是要怎样修道，要慕灭，有没有？啊，修道，修什么道呢？三学八正道，对不对？啊，以解脱道来说的话，是不是就重在三学八正道啊？啊，那是因为我们慕灭的缘故啊。慕灭就是在这个恋慕所谓的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这是让帮助我们从世间法而出世。这是不是属于声闻法上的啊？但是我们这个也讲嘛，哈，佛陀也说，这个声闻法它是不是还是属于什么
这种全巧变通的方法，而不是实法，它还不够究竟圆满啊，要行菩萨道呢才能究竟圆满嘛。所以我们的恋慕的心呢，那么还是要以什么佛陀的一切智智来相应作用来保持我们的什么菩提心，透过菩提心而三菩提嘛这份觉悟的心而能够正确的觉悟，是不是才有机会跳脱出来还要三藐三菩提，就是要正遍等正觉，那是行菩萨道到圆满就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的正遍等正觉好，那第三呢还要共摄力共摄力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诸佛所以诸佛灭度矣已经都灭度了因为过去诸佛已经都灭度了，于是呢我们就有机会怎样供养舍利者一旦要如何供养舍利呢，就要起万亿种塔那这个塔呢有金塔银塔还有玻璃砗磲玛瑙玫瑰琉璃珠清这个能够清净广严士用玫瑰啦琉璃珠这些来怎样清净广严士把它这个装饰的非常的庄严那么庄教于诸塔就等于所谓的舍利塔，有小的舍利到大的舍利塔小舍利塔就等于说是用这个金银玻璃琉璃砗磲赤珠玛瑙之类的可以有小舍利塔那个叫供养舍利的佛的盒子一样但是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尤其我们在讲印度这个桑吉塔那个奥育王一盖的那个舍利塔是不是非常的大还可以盖这种大的塔，那就是把这种小舍利塔放到什么大舍利塔去，那么又等于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当然我们以佛为主，佛陀一旦涅槃呢，那么佛的舍利看到佛的舍利就如同佛陀存在一般就如同佛陀一存在一般，所以或有几十庙，就像去造塔，去造大的塔，那当然那个就是要属于的比较大有能力者去起这种石庙之类的，就是等于是盖石塔了盖石塔能够更长久的能够流传下来影响更久远的人那个数量是不是更广大所以这个都是在共设立那么透过旃檀及沉木沉水就等于是那个石那个木头有旃檀木有沉水木还有木蜜并鱼柴这个木蜜呢是这个属于香木而且用砖瓦泥土这些来起什么石庙来起这个舍利塔来起舍利塔，所以若于旷野中呢，积土成佛庙嘛。在旷野当中呢，那么就拿这些材料来怎样来垒堆积起来，积土成佛庙。所以这个佛庙也等于是舍利塔。早期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舍利塔。舍利塔乃至童子戏呢，聚沙为佛塔。乃至于就像。小孩子在游戏在玩耍的时候有时候在沙堆里头也会去起塔有没有甚至这个也讲过一个也有所谓的那奥育王他的宿世他的过去是曾经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在沙堆里面玩结果看到有佛陀过来他就怎样他就捧着沙有没有要去供养佛陀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呢后来他就感生这个国王有这样的因缘福报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他也可以聚沙成塔虽然他不懂但是呢他这个也要有善根因缘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佛塔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主要是我们的供养者的那个虔诚的心那么如是诸人等呢皆已成佛道就像这样的人的话呢其实都有成佛的因缘是因为他都有善根因缘才有机会去造塔呢造塔来供养舍利造塔来供养舍利那这个都是在菩萨道
的过程当中啊，点点滴滴的善根功德因缘所累积出来的啊。那除了供养舍利造塔来供养舍利以外，那么在第287页啊，还可以造佛像啊，造佛像啊。所以若人为佛故啊，啊，有些人来为佛陀来建立诸形象啊，来造佛像，那么雕刻成众像，皆已成佛道啊。啊，他把它雕刻成啊种种的形，这个形态来讲的话，那么啊能够造佛像也是有相当大的善根因缘哦。啊，那造如何造呢？它的材料哈、啊，不管是以七宝啊或者偷石啊的这个偷石呢，是属于这个。他说这个质呢其实是铜哈、啊，它原产在波斯。啊，它的质是铜，它的色如同金一般，所以又叫做黄铜或者黄银呢、啊。啊，用这种偷石，也就是黄铜或黄银啊，还有呢赤白铜。啊，那这个赤铜也就是红铜啊，比较普遍的铜呢，都可以叫做红铜。那白铜呢，其实就白铁，也就是不锈钢啊，或者铝之类的啊，或者白蜡。啊，或者锡铅啊，或者铁，或者木头，或者是泥，或者用胶漆布啊来严饰做佛像，如是诸人等呢，皆已成佛道。啊，就等于说我们能够造佛像，也是相当大的福报因缘啊。啊，那在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也等于是他种下相当啊善的这个功德因缘，也是啊成就他将来能够成佛的啊因缘呢。啊，那除了造佛像呢，画佛像啊，彩画做佛像，摆幅庄严像啊，等于也是透过自己虔诚的心去造佛像、画佛像啊，自作或使人，不管是自己来画、自己来造作，或是啊请别人来做啊，或者发动别人一起共同来做，那么皆已成佛道啊，啊，都有成佛道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善的功德因缘力啊。啊，乃至于童子戏哈、啊，就像小孩子在游戏玩耍的话，啊，他用草啦，或者木头，或者竹围啊，或者这个芦草芦围啊，或者用指爪甲啊、指甲啦这些啊，怎么去画出在那个沙石里头去画出佛像啊，而画作佛像来说的话，那如是诸人等啊，渐渐积功德。啊，也是等于有相当大的善，啊，善根功德力啊，所以这些功德力其实也是逐渐去累积出来的，啊，那他之所以会去做造佛像、画佛像、供养啊、舍利啦、造塔啦这些，我们虽然看到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宿世善根因缘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他也算是具足什么大悲心啊，皆已成佛道。啊，淡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啊！啊，他所度化的呢，那么主要呢还是以菩萨为主啊，度脱无量众，也说能够这样子做，其实都属于比较大圣根基的，就好像是菩萨一般。啊，菩萨能够造佛像、画佛像，也是让很多的众生能够起什么起善心、善念，结下善因善缘嘛。啊，所以他也能够度脱无量的什么众啊，也如同菩萨一般。所以所谓的菩萨啊，除了这个苦口婆心以外啊，那也可以透过每个人的专长，他可能会雕塑、会画画，那么透过画诸佛菩萨像啊，造诸佛菩萨的像呢，那也自己也等于是在行菩萨道一样啊。所以呢，有造佛像、画佛像啊。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供佛、供塔像，啊，供塔像。那么在第289页哈、啊，若人于塔庙啊，啊，宝像及画像啊，已经造了一些这个佛像跟这个画了佛像，然后用华香翻盖，静心而供养，啊，上面还供花、供香啊，乃至有佛幡，啊，有华盖。这些都是在庄严佛像的哈，而且非常虔敬的心啊来供养。那么，这个是在画在像上的供养，在花香啊翻盖上面的供养。
但是也有人呢是用音乐啊，这个或使人作乐啊，或者请人家来这个弹奏乐器啊，从击鼓啦、吹角贝啊、箫笛琴啊、箜篌啊、琵琶、饶铜钹啊，这些都是这个乐器乃至于法器啊，像饶啊、铜钹这些都是属于法器哦。啊，那这个是用音乐来供养诸佛，啊，有可以用香花，可以用翻盖，啊，可以用这个音乐，啊，香花灯图国乐这些都可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那个敦煌石窟里头的壁画呢，啊，尤其是到唐代才有经变图的完成，啊，上面也是会有乐团，有没有？啊，有舞蹈。啊，也可以透过舞蹈、透过音乐来供养啊诸佛菩萨啊，那也可以，所以在音乐方面哈、啊，如是众妙音啊，尽持以供养啊，拿来供养的话，或以欢喜心啊，歌背诵佛德，透过梵拜的方式啊，歌拜诵佛德，那么就是用梵拜的方式啊，音声来赞颂佛德。啊，乃至一小音，那么皆已成佛道；乃至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声音，也都足以啊，来这个完成这个菩萨道，来成就佛道。啊，那若人散乱心，乃至你一花啊，虽然是散乱的心，但是只是用其中的一个一点点的花来供养于画像啊，那么渐渐无数佛，那么渐渐的呢，他所看到的。的佛像呢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那么也等于是在培养他的什么善根福德因缘啊。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啊，不管是透过礼拜或者合掌向佛啊，乃至只是举一手啊，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低头，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供养佛像的话，也能够渐渐无量佛啊，等于是开始种下了善根因缘。那有这样的善根因缘，他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所以自成无上道啊，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心尽火灭啊，就等于说这个也等于是在行菩萨道啊，啊，广度无数众啊，那度的众生呢，起码让他有机会入无余涅槃啊，就比方说自我解脱当自了汉啊，透过涅槃啊，透过正法而起码解脱个人啊，那这种解脱啊，自我解脱，生死自我的解脱，就如同什么心尽火灭啊，像自了汉，他可以不受后有了啊，他这辈子完毕之后呢，就好像那个木头烧完了，火就灭掉了，他就不再生了啊，不再来，那这个叫无余涅槃。啊，那如果心尽火相传呢，它还会再传下去啊，就好像菩萨道，它是心尽火相传，它还会再传哦。虽然我们这辈子完毕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再继续下一辈子的这个法身慧命啊？啊，菩萨道它就要不断的再去生灭啊，生死，因为菩萨道如果跳脱了生死，是不是就脱离了众生？脱离了众生就不名为菩萨。啊，那除非是自了汉，啊，自了汉他是可以脱离生死，因为他要脱离众生嘛。啊，自了汉呢，他会比较这个，比较以自我为主，不以众生为考量的对象。菩萨道呢，会比较以什么众生为考量的对象。啊，那当然我们有啊，以菩萨道来说的话呢，也会希望他能够怎样回小向大。啊，那直上其实都一样的啊，直都是什么涅槃的本质哦。啊，所以呢，透过画像、造像啊，供塔啊，供舍利啊，那么还有前面的说要行六度嘛，哈、啊，还要有恋慕的心，这个都是在菩萨道业上的啊。那第七呢，就是要称佛名，在第292页啊，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啊，就算说是散乱的心，啊，都还没有修定修慧来说的话，啊，那起码呢，他一旦
塔庙里头啊，一称的南无佛，这一称南无佛都还没有指定一定是哪个佛啊，啊，只要是有这么一称的皈依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呢，那么皆已成佛道啊，都有机会成佛的啊，是因为他就开始种下了善根因缘福德啊。啊，所以呢，这个是属于啊，这个前面呢说是要众善因缘的和合啊，然后呢闻法了因啊，闻法了众善因缘的和合呢有七点啊，那再接下来就是闻法了因啊，因为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呢，皆已成佛道，因为在过去佛里头。啊，那过去佛或许也有在世的，或者已经涅槃了。啊，那但是呢，只要能够借着过去佛能够听闻到正法来讲的话，那么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成佛道的？啊，所以听闻佛法啊，更是我们能够成佛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因缘。啊，所以呢，要修福，前面的七点其实都在修福报，后面的这个呢，就是在修智慧，对不对？要闻法嘛。啊，要了解因缘法啊，要了解因缘法呢，其实就是修智慧啊。那这是过去佛，所以我们说过去成佛者，他也是要透过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菩萨道当中呢，就是要福慧双修嘛啊，福报方面有七点啊，智慧方面呢，就是要透过听闻佛法啊，要理解因缘法啊。那这个以上是属于诵什么过去佛，接下来呢诵未来佛啊，未来佛啊，所以在第293页啊，在未来佛方面呢施权跟什么显实啊，施权显实，所以未来诸世尊呢、啊、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啊，纵然是未来的佛来说的话，那数量更是无法限量的啊。那么不管多少的未来佛来讲的话呢，他还是要方便说法的啊，一定要先施权或者叫开权啊。那之所以要施权开权，是不是还是为了显实啊？啊，主要还是为了显实啊。那在显实方面呢，也有人一行一教一跟什么理一，对不对啊？人行教理啊，这四个部分啊。所以在人的方面呢啊，在人的方面，其实也就是一定是什么菩萨道嘛，啊，还是要透过菩萨道，啊，所以在第294页啊，在人方面啊，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啊，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啊，那这个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指的是不是还是菩萨道啊？还是菩萨啊？那所以呢？所有一切诸如来的来讲的话，过去佛、未来佛啊，现在所说的是未来的诸佛，那么也一样要无量的方便来度脱众生，啊，来入佛的什么无漏智，因为入佛之见嘛，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对不对？啊，那这个主要呢，都还是要透过闻法。啊，因为在开示悟入当中，是不是也就是让众生有机会闻法？啊，那有机会闻法的话呢，无一不成佛，而且所闻的呢是大乘法，啊，行的是大乘菩萨道，那就无一不成佛。啊，那在行的部分呢，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不欲令众生呢一同得此道嘛。啊，所有的诸佛的这个。属于他本来的一种誓愿来说的话呢，他所行的佛道都是希望所有的佛、所有的众生是不是都应该都可以能够怎样成佛道，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回向里头也是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嘛，啊，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是不是？啊，我们都还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机会能够怎样听经闻法，啊，都能够成就佛道的。啊，成就佛道，因为成就佛道才是最究竟圆满的啊，这个涅槃啊啊，所以在行的方面也是啊，希望能够让所有众生都能种下这种成佛的因缘嘛啊。好，那教的方面呢，其实都是一圣法
啊，都是一佛圣法嘛。啊，所以未来世的诸佛呢，虽说百千亿，虽然它的数量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多，而且是无数的种种的法门，其实呢，还是回归就是一圣法，对吧？这一圣法是不是现象上多的不得了？行菩萨道上是不是千变万化？啊，是可以瞬息万变的啊！而且呢，诸佛两足尊啊，福报跟智慧的具足。啊，那知法常无性嘛，啊，知道整个世间的法上呢，其实是无常的，啊，是无常的特质。所以呢，佛种从缘起啊，哦，能够下佛的种子，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什么缘起法，也就是因缘法。啊，那这样的因缘法呢，还是回归到什么一圣法上，在教方面是不是都是一佛圣教啊？一佛圣法也就是菩萨道。大圣法，哦，在教方面，哦，在理方面呢，哦，那么第297页，哦，理的部分呢，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道场之矣呢，导师方便说吗？哦，所以这里说是法住法位，这是什么？真理法则，这是不是真理法则啊？佛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相，啊，法在，啊，法性、法住、法在啊，是不是就是这里的法住、法位啊？就是说这个真理法则其实是本然存在的，啊，是本然存在，因为佛陀所要示现的道理，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啊，要开示悟入佛之见，那么佛的之见是不是就是真理法则？其实就是真理法则。哦，就是真理法则，所以呢，这种真理法则在世间里头，它其实是，啊，会形成出世间的相，而且它是长长久久的，啊，这个示现在世间的，啊，所以世间相常住，也就是说，我们若理解真理法则的时候，我们看世间的相，是不是就看得更清楚透彻啊？啊，是可以看透的，啊，可以看明白，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游戏规则嘛。那现象是不是透过游戏规则而来，透过真理法则而来的啊？所以叫做世间相常住啊，啊，就不过本然如此而已嘛，千变万化，瞬息万变，就是因为因缘法不断的在排列组合 啊，而且是很平等的，任我们自己来排列组合啊。我们要把自己的世界排列组合成啊，这个善的世界还是恶的世界，是不是也都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啊，所以呢，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真理法则啊，所以于道场之矣呢，那么在道啊，所谓的道场也就是真理法则啊，真理法则，我们说寺院又叫做道场嘛，啊，也就是说这个道场呢，就是让我提供我们在真理法则上面的追求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了真理法则之后呢，那么我们看到的啊。那么就会更加能够接受，那过程这些现象瞬息万变千变万化来说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善巧方便啊，示现给大家所见的嘛啊，所以导师呢也就是佛陀啊，因为佛陀是人天导师，对不对啊？佛陀呢方便说啊，佛陀呢透过真理法则所现的这些现象呢，那佛陀可以方便说。啊，可以全巧变通，但主要还是因为要适应众生的根基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呢，也是要开权而来怎样显实。其实所说的还是要讲的是诸法实相的这个部分，啊，真理法则的这个部分呢。啊，好，那么以上所讲的是过去佛，啊，过去佛，那么还有呢，就是诵现在佛，啊，在第299页诵现在佛有没有？啊。那以现在佛来说的话呢，先透过标示啊，那么也是要显实，然后呢示意啊。所以以现在佛来讲的话呢，就说天人所供养啊，因为佛陀是不是天人人天导师啊？啊，也是现在的十方佛啊来说的话，佛陀也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佛，其数啊如恒沙。现在十方佛啊是多的不得了。啊，如同恒河沙一般的多出现于世间呢、啊，
啊，但是我们跟哪个佛结缘，是不是也要有因缘才有机会结缘啊？啊，各个世界有各个世界的佛为他们的导师，啊，他们的教导方面呢，其实所教导的是不是不外乎还是真理法则啊？其实还是真理法则。好，那在这个标示上哈，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诸佛也是无量无数，啊之多啊。好，那第300页呢，就是显实，啊，主要呢就是安稳众生故，这用隐之稳的古字啊，啊，在经典里头常看到用安隐，其实是安稳的意思哈。啊，主要呢就是让我们众生能够安身立命。哦，我们为什么不能安身立命呢？因为着相就会怎样起伏躁动不安啊，让众生能够安稳下来，是因为理解了因缘法才安顿下来。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因缘都非常平等的时候，我们愤愤不平的心是不是就逐渐平等下来啊？平等才能够寂静下来，也才能够安稳啊，也才有机会安身立命啊，安顿身心。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所谓的修行啊，就是如何的能够安顿我们的身心，那才是真正的功夫啊！所以这些是不是也还是要经过什么？还是要透过佛法，因为佛陀就是透过佛法来安顿我们的众啊，安顿众生的身心嘛，叫做安稳众生，对不对啊？所以一说如是法之第一即念以方便利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身啊。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法。还是什么第一即灭法？什么叫第一即灭法？是不是就还是真理法则啊？透过因缘啊，透过因缘法，这个灭而不再生的那份极尽涅槃，叫做第一即灭，叫做第一即灭嘛。啊，但是要到这样子的那个实相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要过，还是要有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要全巧方便啊。那在全巧方便呢，就会去显示出种种的不同的方法啊，来适应我们众生的什么根基啊。那其实呢还是为了什么成佛，为了一佛圣，为了大圣法啊，为了菩萨道嘛啊，为了菩萨道啊。所以呢这里的第一即灭法这里也有讲到 就好像心真如门跟什么心生灭门嘛。啊，在真常唯心系里面哈，会比较一心开二门，啊，我们都比较在生灭门，啊，看到什么世间的现象，跟世间的，我们一旦着相，我们的心是在处在什么生灭门上，啊，如果我们听了真理法则，我们是不是心的真如门就能够去启发，啊，透过心真如门，就是让我们去理解真如的这些现象，真理的现象，啊。所以叫做心真如门，这个心真如门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即灭意啊。啊，所以这种即灭跟什么涅槃是不是结合在一起，也是超凡入圣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啊，也是安顿我们的身心的最大的关键啊，也是让我们有机会跳脱什么世间束缚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法的平等性啊，因缘法的平等性啊，透过因缘法的平等性，可以无量无数的不断的扩充，那么就是行菩萨道到什么成佛的一个过程嘛，哈、啊。所以呢，这佛陀虽然是种种的这种方法了，啊，或者法门啊，种种啊，或者种种的道路来说的话，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众生能够成佛，开启成佛之道嘛，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为佛圣。啊、哦，这佛圣是不是就是成佛之道啊？啊、哦，好，这是显实，然后呢，示意啊，来解释这圣身的含义啊。所以呢，佛陀知众生诸行啊，我们众生的种种的行为，怎么会有这些行为的表现呢？因为身心之所念嘛、啊，我们是不是有身心之所念啊？啊，我们的内心深处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往那个地方去追逐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身心之所念，所以我们会表现在外面，就是众生诸行，对不对？那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力呢？跟过去有关哈、啊，因为过去这个所积的这些习性跟业力，它是不是累积过来
流转到这一辈子来的。啊，那过去的这个习性跟业力来说的话呢，也跟我们啊这个数世劫以来的什么欲望啊习性啊，这个性呢就是根性啊，会有欲啊，有欲望，有根性，还有呢精进勤快啊，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我们会很精进很勤快的去追逐呢啊，比方有的人追求名利是不是也很勤快啊，也要很勤快啊，啊也很精进啊，只是目标不一定很对了哈啊，因为名分地位啦，这些其实还是无常法啊。当然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往那个部分去追逐啊，是因为想要啊，是一种欲望嘛，那跟我们的根性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会精进的去怎样，很努力的去想要去达成，但是不一定达成得了哦，是不是也要有因缘福报啊。嗯，还有呢诸根的立顿的问题，诸根啊，我们的根基上有立根有顿根嘛啊，顿根是急求自我解脱，立根是怎样愿意行菩萨道哦。所以这些呢以种种因缘譬喻意言辞呢随应方便说啊。所以呢说实在这个也是从世间法讲到世出法，讲到世出世入法，有没有啊？因为前面这里的习业啦啊，我们的诸行啊，身心之所念呢 啊是因为过去的习性跟什么业力啊。那在世间法里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的什么这种根性啊，有我们的那种勤快精进的那股力量来说的话，跟我们的啊这种诸根的立顿，就是事出法跟什么事出事入法。所以他这个几乎从世间讲到出世，讲到什么还入世，因为立根者是不是行菩萨道啊？菩萨道是不是事出之后还愿意事入？那这些的根性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佛陀的什么十种智力的来源呢？哦，佛陀是不是具有实力啊？其实这实力也从凡夫众生的这个过程，在世间法的啊，在出世法的，在行菩萨道的世出世入法里头，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成就过来的啊？他的因缘也是这样子的哦。哦，所以我们说在不管我们在世间所追求的是什么。啊，乃至我们还进一步想要释出法，乃至还愿意释出而释入无碍的菩萨法，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是有它的次第啊，有它的那个过程啊？那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啊，其实都不容忽视。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修行是不是都是这些点点滴滴所累积过来的啊？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累积过来的啊。所以到行菩萨道，到圆满成佛，佛陀为什么具有实力啊，有四无所谓啊，这些十八不共之法，是不是也都是点点滴滴累积过来？其实都是这样累积过来的哦。啊，那这些也都是透过开权显示啊，到解释这当中啊的甚深含义而来。啊，所以这个属于啊，等于是颂现在佛。啊，然后呢，在。然后来广哈，这个广释经佛啊，广释经佛，好，那这个颂现在佛也等于是在我们科判表里面的什么别列三世佛里面有没有啊？别列三世佛，从过去佛到未来佛到什么现在佛，然后才进入第三个啊，叫做广释经佛有没有？哎，才来广释经佛，因为还是落实在现在。哦，虽然十方三世都谈了，但是是不是还是重要的是现在啊？所以广释经佛，哈、哦，广释经佛。那广释经佛里头也是有种，有别，对不对？然后有什么这个，啊、哦，它有四有五个哈、哦，也是颂法的稀有哈，颂、哦、言无虚，颂损益啊，啊、哦，总共有五个啊、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总颂开权显实，所以其实一直离不开所谓的开权显实嘛。啊，所以今我亦如是，因为是有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是今佛了。啊，所以佛陀说，那我也是这样的哈、啊，是跟所谓的过去佛、未来佛是不是都一样的、啊？知道来龙去脉，落实在现在也是如此的。啊，
那佛陀是不是也为了要安稳众生啊？哦的缘故，所以也用种种的法门来宣示于佛道嘛。哦，所以佛陀以他的智慧力啊，来知众生的什么根性跟众生的欲望啊，先要能够啊，这个啊，先要能够怎样？欲以力勾牵，而后入佛智嘛，对不对？啊，一定要跟众生的根性欲望是不是要能够相应啊？众生才会来有机会怎样接受，哦，所以也要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跟什么欲望，哦，就像佛陀也讲嘛，哦，他跟农人也可以谈耕种的问题，对不对？哦，跟啊，哦，这种这种工这个属于工人也要谈工人的，哦，他所理解的这些怎样去做这些工程的问题。对吧，要谈得上话，那是不是才有机会把佛法能够传导给他啊？所以呢佛陀啊都是应机说法，观机斗教嘛，对不对啊？所以要知众生的什么根性跟欲望，所以呢要能够方便说诸法啊，也要能够接令得欢喜啊，要让众生感受到佛法的那种欢喜的感啊，那种喜乐的感觉啊，会觉得哎，佛法对我们来讲是正面的，啊，是光明的，是健康的，是快乐的，我们是不是才想要学佛啊？啊，如果给我们的是黑暗的，啊，是这种是萎缩的，啊，是颓丧的，那我们要学佛吗？就不想了，啊，是稀奇古怪的，那个都不是好的，对不对？应该给予的是什么？是正面的，是自在的，是智慧的，是慈悲的。啊，会有那份的法喜，我们是不是才会再继续的去学？啊，所以要先总啊，总开全显时，总诵开全显时，然后呢，进入别诵开全显时，啊，别诵，啊，那么在第302页啊，别诵的这部分哈，啊，先除五浊，啊，因为凡夫众生还是从五浊来的哈。啊，所以呢佛陀就对舍利弗说啊，你应该要知道啊，我以佛眼观啊，佛陀当然用佛眼来观察啊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会见到六道的众生呢啊非常的贫穷而无福慧啊，啊的这种贫穷呢往往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贫穷啊，因为佛陀他其实并不在意说啊，在物质生活上到底是贫还是富，这个是不是不重要啊？啊，关键是不是在心里啊？心灵如果是富有的啊，物质怎么贫穷无所谓了啊，怕的是物质纵然很富有，但是精神是很空虚，那还是可怜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啊，佛陀见到我们所有六道众生呢，会觉得啊，心灵上是贫穷的。所以呢福慧是不足的，也因为福慧不足，所以会显得心灵怎么很贫瘠啊，很贫瘠，那因为心灵很贫瘠呢，所以当我们踏到这种生死显道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不是都在生死当中啊，啊尤其常常听到意外的状态啊，或者生病的状态，这些是不是都是显道啊，生死显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呢啊，那没碰上算是很幸运，碰上呢啊，那么也是难免了啊，所以呢真的是所谓的生死显道，因为无常随时会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示现了啊，所以呢相续苦不断呢，我们的苦是不是不断的啊，过了一个苦接着一个苦啊，那这种苦呢其实都是无常的苦啊，都是无常无奈的苦啊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苦的相续不断呢？是因为我们身着于五欲啊，啊，因为我们身着着这种啊色受想行识的这种这五欲哈，啊，色身香味触了 啊色身香味触的这五欲的相，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些相的缘故啊，就如同什么呢？牦牛在爱尾巴一样啊，这牦牛呢，它有。它长着，啊，在第304页啊，第三段的下面啊，这种牦牛呢，它的瘦如牛，而尾非常的大啊，
他性贪爱其尾啊，所以呢，他用眼睛不断的在看顾他的尾巴，啊，所以这个牦牛等于一直在看顾他的尾巴，所以呢，他就啊看顾尾而行，有没有？所以顾别无所见啊，就看不到别的东西、别的事情了，只看到他自己的尾巴。那人爱其尾啊，故杀其身。啊，人就是看到我他的那个尾巴实在太漂亮了，想要他的尾巴的话，就杀了他。啊，所以这个牦牛哈、啊，其实也等于因为爱尾而怎样而受其害，对吧？啊，因为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尾上面尾巴里头嘛，所以他也不会发现说，有人已经在算计他了。啊，有人已经要杀他了，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盲目的地方啊，这是不是其实也在形容我们人啊？啊，我们可能对某一个部分非常的喜爱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啊集中精神，然后反而忘了其他的部分。尤其我们很容易忘了无常生死的苦迫啊，是不是？啊，无常生死的苦迫是不是随时都有机会逼迫着我们啊？啊，而我们却呢茫然无知啊，啊，只想着要去追求我们所爱的部分，所以呢以贪爱自毙，有没有？啊，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贪爱怎样，自己蒙蔽了自己，所以呢会盲明而无所见啊，啊，会好像瞎了眼一般，看不到别的，看不到无常苦迫，啊，只有沉沦在那个当下而已。啊，这个也很像有一个举例说，在旷野之中，一个人掉到井里头去，有没有？啊，结果他赶紧去拉住了什么枯藤那个藤条，所以他没有掉下去。啊，但是他往下一看，四条蛇在下面等着他，呲牙咧嘴等着他。往上一看，啊，上面还有个蜂窝，里头还有蜜，啊，竟然去舔他，啊，舔的都忘记了，忘记说这个什么。这个藤条哪一天一断下去了，四条蛇在下面等着，啊，所以说那个蜜好像如同什么刀在割着舌头一样，啊，我们就是在追逐着五欲而忘了无常苦迫，啊，这个藤条就这个枯藤就像命根一样，我们的命是不是很有限的？啊，无常呢随时会来到，四大随时会解体。啊，但是我们却呢，因为贪爱而自闭，啊，盲明而无所见，所以我们就不求大士佛，啊，不会去求诸佛菩萨了，啊，不知道要学佛学菩萨，啊，因为学佛学菩萨的话，我们才能够断，啊，给予断苦法嘛，我们才断得了我们的苦哎，啊，而我们却沉沦在五欲当中，所以我们是深入诸邪见啊，啊，以苦欲舍苦。用苦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在追逐这五欲，是不是还是苦啊？其实还是苦，用苦来舍弃苦，这是不可为的，啊，那么所以呢，以苦呢欲舍苦，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呢。好，如果我们说用苦来舍苦，那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啊能够为众生的话，那就有机会。就好像我们说。哦，自己的苦很苦，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去关爱更多的众生，发现众生的苦是不是比我们还苦啊，那就有可能用苦来舍什么，用看到众生的苦而舍掉我们自己的苦，那是有可为的啊。为是众生故呢，而起大悲心，而起了大悲心的话，那是有就有机会啊。但是如果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的苦来说的话呢，在苦当中想要舍弃苦，那是不可为的啊，反而是不可为啊。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能够为是众生故啊，那么而起大悲心，那么就是可为的。虽然也同样处在五浊恶世，是不是还是可为的？还是可为啊，是因为行菩萨道的缘故啊，啊，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必然也在五浊恶世当中啊，好。我们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